河南来的洪水正在湖北襄阳境内，2024年7月16号，河南洪水经白河进入襄阳。哎，这个天气这看有点吓人呢。哎呀，看那棵树。不会吧，那边好像已经漫堤了。你看这边，哇，这是几年看的最大的一次洪水。哎呀哎呀。